就是很可爱的部落啦。就是我觉得来到这里，你会想要把这个地方再分享介绍给其他人。那其实夏令营这营队是今年这一年暑假部落的大事情。我们当初在规划整个夏令营的一个想法，其实是有配合说像青年操作的部分。那我们希望有青部落的青年能够带小朋友去做一个部落理解的东西。我都希望说，在课程中就我们传用很多他们传统的部落的一些比如工艺的东西，去透过教学或他们舞蹈的交叉，然后跟一些石板中间有一些活动，然后让他穿插在整个准备仪式、准备活动或表演过程中去。让小朋友自然去学习。这个图文图案呢，是代表他们那个自然之家的丰功伟业。啊，你看那个标枪，对，那标枪再加我们鹿凯子的百合花，哦，还有那个山下面是山，有没有？那个山形纹。在部落里面，很空嘛，然后我们才会想到说弄个活动，把一些那个年轻人给拉进来，因为你要一下子说要全部落全部的年轻人来，所以我们只能从小部分的，就是用活动的方式，然后把他们拉进来，再去设计我们的课程。我们当然就希望就是说那个在他们。参加这一次的活动之后，他们有没有真的去感受到说那个部落在做这样的改变，就是我们现部落现在在已经在改变它的形态，就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在里面说跟着部落一起转。
Thank you.